礼拜天呢要进行这个明星赛和跑垒大赛，魔咒啦哦，就是一个话题，那结果啦哦，往往就是实力了。好，比赛目前来到是八局的上半，拉米狗的进攻，首先上来打击的要轮到是郭彦文，之前来接替石志伟的防守，这场比赛郭彦文第一次上来打。好球进垒，球速呢很快让傅余刚呢取得球速上的领先，两个好球一个坏球。那郭彦文在昨天比赛五个打数没有安打，傅余刚昨天也上来投0.2局，投了11球。兄弟相对天德两分的，现在相对是7-4领先。两好球两坏球，这球结果回报落空，最后打击的郭彦文呢是遭到傅余刚的三振的形成的一个出局。速度够之外，球的位置又好，这球真的跟不上去，是压得非常非常的低啊。对，在这场比赛之前呢，傅余刚45.1局当中飙了41K， 三振能力很棒，是球的速度了哦，也可以飙到150公里。中间方向的飞球，左外手这个球并没有接到。詹志尧现在是上到二垒的，这场比赛詹志尧所出现的第三支安打。单场出现三支安打。我这个球的球然后打得好之外，然后球的落点漂亮，中外野手杨松也追了一段很长的距离，最后并没有捞到这个球。对，詹志尧这场比赛单场的第三支安打，加上今天他不但是连八场比赛有安打，而且在近八场比赛当中他就有三场比赛的单场是三安打。拉米戈又是一个很好得点圈的机会。现阶段他们只落后一分了，3-4的一分落后给统一师。本道是第二棒的郭修维，今天前三次上来的两打数没有安打，有一次呢是成功的牺牲触击。这个打席并没有换代打，还是由郭修维呢上来来面对傅余刚。这个打席没有换代打，应该接下来3-5棒应该都不会换。三到五棒，中诚佑、林志胜、曾豪居，对，场边也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机会都要做给他们。场边有其他人在做等待，林志平、于德龙，还有昨天表现相当抢眼的谢炫任，一好一坏。忍住并没有出棒，今天球数呢形成了一个好球两个坏球。中岛总教练呢这个习惯常有，突然间头都顶了一下呢。球出棒打成了在游击方向的滚地球，有力手接球之后快传一垒，还是刺杀了打击的郭修维，形成了两个出局。詹志尧呢，则是利用这个机会呢上到三垒。拉米戈3-4一分落后的追平分呢，现在来到三垒。哇，打到棒子头，
所以面对一个曲球然后没有带起球点太早，轮到是第三棒的钟成佑。钟成佑今天前三次上来呢有过一支单打回来得到一分，第三个打席他打了一个外野飞球，当时是一个得点圈的机会，那这次也是一个得点圈。好，就进垒，打者并没有出棒。对两队而言的非常重要的一刻，八局的上半，同一支队4-3仅领先一分。对拉米狗来讲，已经攻占了三垒，再往前面再推一进呢，就得分了，就追平。这个球打成了半垒后方的界外球。昨天两队三连战的第一场比赛哦，是拉米狗领先，同一支队苦苦追赶，然后在八局打完之后平手，第九局靠着郭俊佑的再见全垒打，把比赛给结束掉。今天。则是统一是最开始领先，拉米狗在后面苦苦追赶。统一的主要的就是今天呢、得点圈的攻击能力太薄弱，不然分数应该是可以拉开。是边高的坏球，两个好球一个坏球。钟成佑在今年球季面对傅玉刚啊，当然这一定是两人生涯的成绩了。七个打数呢出现两支安打，对战打击成绩是2.86。两好球一坏球，这球结果回棒落空，就来了一个 high fastball， 把打击的钟成佑呢给三振出局，结束了在八局上半南米狗的进攻，留下了三垒的残垒，没有得分，目前仍旧是3-4落后。